他们来进行警告了。比多比罗呢，现在重新的起身，看起来呢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。他为球队呢创造了一个在禁区外的定位球机会，直接吊门了，这球打进了，一脚世界波，非常匪夷所思的世界波。这是一脚传球吗？这还是一脚射门？但是这脚球必须让我们想到2002年日韩世界杯，在巴金斯的比赛中，巴西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中，小罗罗纳尔迪尼奥的那一记任意球，非常的类似，非常的相似。这样的进球应该说非常鼓舞士气，同时呢，也是球迷会非常喜欢一遍又一遍再去看回放的进球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脚传球，但是非常诡异的，却旋进了球门的死角，非常类似于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罗。